过一个木桥过去，可以看到蛮好的景色。编号第一个就在那边。小鸭子在那叫，那里是买票的地方，我去买了票，一张3块钱，很大的一个。这里面这个在转。这个里面简直是农舍，什么东西都放。这个鱼网，壮观的。这个在转，靠着风笛，这是地穴啊，应该算是客厅。哦，还有这个。Et du polder, oui, avec l'eau, sont des moulins à calotte tournante, octogonaux, couverts de chaume. Ils ont été construits en 1740. L'ombrière est un moulin araignée avec une roue à haut de terrain qui est situé bien au-dessous du niveau du fond de fer. Il y a un moulin qui doit pomper.这里面还有茶具、咖啡，这里还有壁炉，哦，还可以煮饭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套房，还有缝纫机。现在用话语在画，在说明。这里还有电话，不进来。这个可以看出荷兰那边乡间的生活的情况，还要爬上楼梯了，这很陡。这是第二层，我先看一下头要低下来。这里还有一个卧房，这个门可以关起来的，只有一个卧房。这有一个放衣服的箱子，窗口可以看到进来的游客。路上走着游客，现在有船开过去。那游客是要进出的到路上。这个楼梯下还可以藏着石头桶子。哇，现在是到三楼来了，有衣橱。这里还有一个模型，这应该是储存东西的地方。这个在转，啊，这里是一个模型，他在介绍风车的种类的。Rotating cap， 这应该就是 hollow post。这里还是三楼。一个小羊娃娃在睡觉，这是三楼，放了一个盆子。哦，还有可以有一套沙发，窗子望出去哦就比较高一点了，可以看到旁边那一部风车了。啊，这真是很棒的景致。大家爬上四楼了，因为很危险，我要一只手，不能用一只手。这里是四楼，这个主轴都在这边转，风车的主轴是很大的一个木头，其他都是楼梯，可能要爬上最上面去。它只开放一个，我要从这边上去。哦，这里上了四楼以后，这个看到整个风车在转的情况，还有齿轮相接的。
这是恰好是风伞直接的地方，那楼下那是传动，所以用木质巩固的这个，里面墙壁是用木头的，哎，是用砖块的。可以上去，上面还有一层，但是它封起来，不然人家上去可能太危险。即使顶屋顶啊，屋顶就这样。我刚刚手伸出去拍了一部，现在有一个喇叭是用德语在解说。这是入口。这样在转，然后该可以该下去了，差不多。